所以呢，等风清人间讲了了后，伊咧讲，都在地处天然叶生，属于木林的基因，属温良的基性，目标高原的优先，是我的啊，我没有天然叶生，这个不是把自己养到发达，发达这个足够的人，等来改变的人才。别人尊敬的态度，哦，天然的些，哦，属官属武的这一类啊，不过不太行。不过经常想你哦，老陆反正排十个月呢，哦，你不多来这个他，伊拢无搞，伊拢无讲，你就只搞怪，你不多出来跑嘞，无嘞，这困就搞完了，我这只搞怪来搞，搞来搞他来搞了，伊拢无嘞，哦。不能的，是稳定的底线，不平的高，偏激的底线。所以我底下虽然这个人都唔捌我伊，我并不是啊。啊，所以这拢作为出大健康证明，修房都非文学，超乎自传。这大境界跟证明讲，修房都不是文学，超乎的人的专利。所以咱从家己看起，咱看，我书国小毕业，我都没有读书，我怎么可以修道？啊，看起家己，君子不忠则不威啊，学则不考，重要是为不如陛下，各级的党改。我这书读的，我拢背不会了，我真的拢背不会。哦，君子一定要自忠，哦，我嘛是明星。我是你小来，哦，所以一定要出，但系得，你唯一才走会出来，你唔看见咩？安尼好，大家听咧。原则上，做人原则一定要忠格性，哦，注重性，哦，一定安尼。所以就是文学超度的观念，只是放下身段者有份。来看看，放下咱的心，啊、哦，惜人生一世如白驹过流年，生死时代不可将日，文下九点，必须天经地义。来，请问，人生一世人，哪亲像个用个羊两马在过日，你想想。如别哭各两点呢，别个两点的早注定，啊，生死时代，生死时代啊，不可将日论下九点啊，啊，大家快看清啊！我那个地土地，我那个地啊，我种的好，我那安装好，快种，别别太急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不然搞不休闲。哦，这个人要行路都不新鲜啊！哦，这个不行。哦，必须天天得地，必须要照这天地挂点到边。到底你看你这几个，我看都唔知啊，等你。哎，这个你。啊，不可文下九点，必须天天得地。哦，文下九点，万无大事啊。天天得地，风是异彩啊！对，啊，文下有点弯，无大志，天天得地。风是雨在，你知吗？文下九点，这不老用啊！有啦，真好，真好可怜啊！哦，我不是在讲无关系啦，哈哈，我是在讲无关系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不代志，文下九点，这不代志，哦。
先天疾病才是奇才啊！我们真正好分，伊伫伊个五梁山就自闭关中啊病呢，以为咧才华无，其实什么人嘛讲，唔是闭关中啊病尔呢？伊比行舟的强子牙，甲行通王，迄个宰相，搁较厚呢，迄军师搁较厚呢。哦，所以伊未出马路就先了解三分顶啊，提提大出来，未来就是安尼啊。有影无？今仔日都互咱求，请互咱听，还佫有时间，袂使无做啊。佫无做嘞，讲听起啊，冤枉，搁再冤枉啊！到后日到天上天主啊，讲天上天主啊，冤枉哦，冤枉哦，冤枉是伊个代志啊，冤枉是伊个代志啊。哦，所以，你哩实际无了解，哦，你实际无了解。就凡文主是无求法，既无求安，病如是以心如缘，就有得离境界，可为法化了义。啊，就有得离境界。啊，所以呢，文主呢，是无求法，给人家了，给人家过做那步，就开。一万块，两万块，我想讲，迄唔知外国人怎样吃，讲一个一万块，两万块，我有一个朋友哦，有一日，伊太太来交交交钱，怎样买钱？伊讲好，我来做辅导的吃。伊要请我女儿，可是伊问我，我也冇听到，伊在讲我听，我冇听到。伊要请我咪讲两千五啦。哈哈哈！好神奇，是你啊！啊、我等下有吃，我等下讲唔吃啦，讲伊叫伊食啦，讲你袂吃白粥饭去啦，我对恁老爸，我对恁老爸，我对恁老爸，我吃两千块，吃阿姆龙两千块，我阿伯去对面我吃，你讲我听啦，我还是几万，我来吃，吃，足贵的嘛有啊，足俗的嘛有啊，阮太太去去去台湾出差去。我去台湾，讲是讲伊讲的，阿我家姐啦，阿我拢食伊一顿五十块，我食阿妈，食阿一顿五十块，我咪食阿姐，我一顿五十块，我个人变变瘦十块，一顿瘦十块啦，一个月有阵顿顿瘦十块，都瘦了，一顿五十块，哦，我爱菜做饭唔济，阿叔在里面。还讲啊，免侬讲，食愈济，讲食愈济的时阵，拢是食死的。我讲得大声啦，还嘛实际有影代志啊，哦，拢是食死。哦，大人食足济，啊，拢营养过剩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三高，我咧未晓得解释，哦，所以。这对咱当时你都不解了，吃简单的哦，蔬菜吃较济，吃较简单的哦。使关注食物就好，爱讲吃偌济啊，既无求安，免着做还好啦。人讲啊，哦，大千金也无不愁。用点满金就是三餐，这人过去就安尼讲啊。互你大厦几落间啊，老厝几落间，你总无讲，因困到八点到遮，明仔还佫困十点，明仔到底一点到一点要到底，无可能。困到尔个，是不是？哦，大厦千间，大厦八千，哦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记住，比如说这代志。但是非常他出名，为什么？就是那个结果，为什么那个结果？哦，以心如言，讲话
是非该是倒出口，是非到处是非出来，拢伫嘴上来来学袂讲。所以孔圣人甲你讲啊，国之将之言不及义啊，好言消名君子啊。哦，你甲旁边几天在讲，以前我听啊，都没有听清楚。我有头先讲东搭东西搭底，我是搞什么？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就有道理讲呢，这个小点呀，有道理讲呢，就有道理做下点呀。哦，就有道理讲呢，关注我的模式，所以关注的是我的模式。哦，大家拢会死啊！你食十个嘛是会死。啊，是啊，是也不简单，是啊，是不简单。啊，稳住我的目标线啊，一定要注意，别使不注意。有德不有品，有德不有品。你看看到底有在做什么的？敢做什么？孔子讲：回啊，一旦属于飘逸在路行人，不堪其忧，回啊，不该其乐。敢做什么？那是素慧性的，也就是素性的。孔子的弟子，孔子记性、颜渊复性、朱老或者朱书，颜渊忠性，朱书实性，这素性。颜渊那个是颜渊，那个是意外。啊，所以讲你达到是啊阿性。各自在塑形一块，就是意外啊！所以咱一定要去了解，慢慢学，慢慢了解，别啥子不了解啊！修得为己，见书所为然的等等，修得有两个，见书要所为，你处在什么所在，爱安贫乐得，要用眼光，所富贵也莫富贵。所偏见也莫偏见，所以见也莫偏见，所患难也莫患难。文字不就是不同的？啊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这物件。祖国无路无助啊，贫其无天，无依无靠，何如？是吧？你那么天命，那好也无靠，你看，安尼不够精彩。你无主的心目中，安尼无够境界啦，安尼有够境界，你主公是不假人啊，你控制的，你有法度通看啊，正常啊。你是无听，不是无听，何如啊？那亲像我刚刚讲过，老师讲的，一定发一百分好啊。那是个可以，及格啊，勉强可以，六十分好的。必要，必须要，不必要的。对，贫当不得，好养不得家外，真正来用得。啊，所以就往那讲啊，就往听老师在讲这个话，心我吃掉啊！哎呦，太是一个老师，我太是。你用这个话，就像是车轮就到处几书几语，就讲那些时间讲，安尼都要经过千秋毒华啊！有啊，主啊，书呀，可言诗意啊。主讲来讲啊，讲书呀，诗可言诗意，各自往意义来讲，是吧？会使跟你讲诗呀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知影讲你伫个咩做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我今仔日在讲是一个引经尔，啊，咱着个深入进步。我要怎么样来行道？怎么样来行功立德？好像能够对得起轮回，这个倒是重要。今天大家大家见面，这是暂时的。后日开空调了，我也不听话，等你讲，不笑你讲，哈，我刚才，刚才在问的，哦。你的人生倒是快乐的，
真诶快乐是伫食物尔啦，一点钟诶快乐尔，好在听你讲，伊阁讲了袂歹啦，讲了袂歹，你都要去做，讲了袂歹，你也去做，你心得，你心得，心得得得了，去行，行之有得，以心为德，行。我好啊，不要你心打住点，所以主啊，不还人情，不还地方，不还钱啊。咱吼，唔通讲，咱唔知人话，唔通讲，唔知，唔通讲，你拢唔知我做咩？我做我感激，我做我员工认得，我做我食在世博士，我做我大人。不还钱，只不一滴还不值钱呀！咱也知影讲，人个道理就是这样。咱也好好去消化，去恶意，去随机，孔子伫同伊人讲：，得其先者而将之，其不先者而戒之。重要，这个重要，唔是讲讲，我讲过嘞。论读事物，君子教。食宗教，足够理论的讲啊，我咧也足相信的。但是，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啊，假啊，唔知啊。咱明白，明主啊，明主大哥。世上所达尊者三，世界上三种人有落的人，足个，气个，第个，足个是。我就做官，人做官。之前我做啥工作？官僚党最近总统，做总统的时阵，大家做官好咯，做官都错啊。今仔日为了你搞的，你比说官僚党出来的强哦，谁叫我们做啊？这官僚做官的人，他们是你做的，官僚做官的，谁搞的？世上人就是安，你有名嘛，你人家学了；，但若你无名无理想，你家己学了。自然一定看破。世界爱看破，才去做做一片人，从了为荣起来，顶你头前第一片。命你若讲不开，你去学命你爸，你得有钱哦。真正在吃啊！讲条件无足足，伫条件咧做官，做大人家己学了，真诶，即个台湾市长去做行政院长，咱都做学了啊。陈菊做总统，咱都毋爱即个做，蔡英文做总统，咱都做安尼来学了啊。若真正去像安尼做，有真正用良心做代志，当然是好啦，有成果。Thank you.